好，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姜玉媛。大回环540，臂转180，接特卡切夫，很好，EED。零转接缺体叶格尔，又是一个异地的连接，分腿郑涛接帕克空翻至低杠，分腿郑涛180，低杠郑涛回到高杠上，下方后直两周下，漂亮。中国选手姜玉媛，姜玉媛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，而高地杠又是他四个项目当中比较突出的一项。这是一套7.1的成套，刚才的全部连接均为有效连接，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姜玉媛的下方站得这么稳。从这个顶级位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她的倒立位置到底正不正。这是下法的后直两周，落地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垫子上。A 分7.1，完成分8.6，成绩是15.70，目前是排在。